Minecraft， 我们现在是要玩生存，就是生存，普通生存。然后刚刚我们有聚集了一些物资，然后我们的房子在刚刚那里，然后我现在出来先采集物资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是聚集物资，然后下次改天攀进来之后，我们再做其他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挖些木头，然后还有其他东西，看看可以挖到什么好东西。我们现在主要很是需要铁，就是铁，先挖够多，然后再说。啊，这个铁是我在另外一个石岸上面找到的铁，然后刚好有个木镐，所以就把它挖掉，把它烧一烧，把它变成铁。哎，这边有一个木，但是没有铁，应该不会有。那我们现在，因为现在我们是要两个人一起玩，所以我需要准备两人份的东西。像弓我就要做两个，但我现在只有三个那个线，所以我可能还需要再杀几只蜘蛛才可以。那我也需要一点甘蔗，拿来做食物，算是不用做到蛋糕那么好。然后这个铁剑，是游戏刚出来每个人都有，所以那一只大概应该就是拿来保护我，然后就对它就只有用。哎，好小，没铁了，这应该没有铁，这都是历史，大地上应该不会有铁。哎，快晚上了。我看看今天怎么哦，我先看看我回不回得了家，应该是回得了家。我先做，很快，快点做一个。我需要做床，做一做。然后呢，晚上了。我先快回家，应该是不太可能了。我现在往哪里啊？我在那里，所以我们的房子大概是在这里，应该是可以。哦，快到，快到了。可以看到家了，快要了，应该是这个。哦，有，是这里，是这里。嗯，我现在没有水鬼，水鬼应该追不到，只是我自己会追的。反正今天有拿到粘土、木头，然后其他东西。我们看看睡完觉之后可以拿到什么。哦，我现在只需要先回家。枯弓，哦，两个枯弓哎，两只枯弓。哎，我先弄死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做回家哦。那喂，我在哪？我在哪里？我的床，好，我先回家吧。等一下，我往外还在走。这里，好，等一下，可能会有很多怪物，我需要快一点跑回家。这个船就先不管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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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追不到我。
没办法的啦。哦，蜘蛛蜘蛛，拜拜。可恶，没打到。我现在需要先快回家。我现在有防御，就是应该不够。哦，我跑步了。Creeper， 不必怕。哦，我该死了，死了。好像。他走。哦，好险！我们今天成功回家了。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房子，看起来很奇怪。我们今天成功回到我们家，应该可以撑到明天了。早上了，先看一下关了。咦？蜘蛛哦，对，等一下要砍一只蜘蛛，哎，有三只 creeper， 哦，四只，不行啊，走开，别，你走，再见，哎呦，哦，太喵威呀，哎呦，快点，我要回去捡。我的剑还在，哦，没想到那个威力那么大，我以前没有被 Creeper 这样炸过。哦，好险是在家附近被炸到，不是在奇怪的地方被炸到，不然就BBQ 了。我们现在大致上东西都还在，所以还 OK， 还。很好。所以我们现在东西都还在吗？先把东西先穿上，没什么东西要穿的。然后泥土丢掉。哦，我们现在金苹果剩62颗，应该够。我现在是想要先，不对，我们这边怎么没怪物？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找到一只蜘蛛跟它拼了，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六条线，我们才能做两个弓。然后我们现在还需要箭矢的话应该没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先看看有没有蜘蛛，应该是没有蜘蛛。我们这附近也没有洞窟，这个洞窟我以前去过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种树。我们现在需要先种树，我看我先种在这里好，然后把剩下的那个骨粉都给他。耶！什么？算了，别那么慢长。什么啦？烂！给你一个，全部都给你了。啊，算了，这些树苗就这样给它慢慢种。我们现在先回去丢一点东西啊！我现在是可以做一个弓好了。我现在是先把所有东西可以做弓跟箭矢的全部先用完。然后这个箱子里面是潘爹的东西，全部都跟我一样在。游戏刚开始的东西，哎呦！然后啊，忘记跟大家讲，这是我们的地下室，有一个附魔台在这里，啊，这也是创造改的，啊，但是我们也不会用到，我没有青金石，以后才会用到。反正现在我们就是，对，就是先做那个啦，就是先做弓跟箭矢。先放个东西，
我们现在很多木头都是用挖的，然后那个，然后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，这些应该都不用了。哦，我需要一点肉，这样就好了。感谢你。然后还有火药，火药以后可能可以拿来用做那个炸 TNT 或是其他的。然后我们也需要这个拿来做剑士。哦，羽毛，我需要一点羽毛拿来做剑士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去做。看看个火锅中心，我不确定。好，我们可以做16个剑士，16支剑士，对，16支剑士加一个弓。我们现在有16支剑士跟一个弓。哦，我们可以去打枯弓拿骨头，然后再加一点，可以再做那个。我们可以再做，可能可以拿到一点剑士。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看我现在直接开那个网站吧。好，现在晚上，所以大致上应该会有枯光。然后我们如果真的找不到枯光的话，就是看蜘蛛。啊，如果真的都没有的话，就是回家。哎，啊！怎么出现两只僵尸出林？没有僵尸出林，谢谢。蜘蛛 creeper 都有哎，好像蛮齐全的。哦哦，这一只哎，有这种哦，我玩麦块都还没看过哎。哦哟，那么好，哎，直接打我。这么好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很好哎。对，没打到，没打到，哦，金苹果没用哎，好烂哦。我先逃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这个没有用。恐怖呢？我们还没拿到我们需要的吧？还没，但是都哎，他们有给我四条线，我够了，我够了，我可以，拜拜，没打到啦，可怜，打不到啊，还想打，打不到，你给我滚！好，还有这些剑子，这个可以捡吗 ？No， 都不行哎，好吧，拿来好看吧，看起来是真的蛮好看的。A creeper， 来打我，来打我，我在这里。好，睡睡觉，不要死。我没有拿到一点那个，又拿到一点剑矢，还有骨头，然后还有火药。大丰收，只是有点恐怖，差点死掉。那其实今天我们的影片应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。我们等下次潘爹来的时候再继续玩吧。谢谢大家。